何も求めない。ありがとうも領収書を書いたり、台湾という名前もつけろとか、そういう要求一切ない。これは本当の優しい支援だということを説明してください。就是说，他觉得台湾给那么多的资源啊，特别是捐，连捐钱都没有要写名字，也没有说我们他们要怎么使用这些明细要列出来，台湾人都说无所谓，所以他觉得这个是。他 不敢相信啦，就是说对灾民他们来说怎么会是那么体贴，那么我对日本人那么好这样子。日本人の思想とか考え方は、中国、大家觉得怎么样？韩国を通じて、儒教。日本一直以为说他是最崇尚儒道的，就是会感谢人家，感谢大家。那没想到，其实日本根本。他认为是微不足道，跟台湾比起来的贡献这样子。当年的时候是他小朋友在幼稚园的毕业典礼，然后如果那时候没有这个毕业典礼的话，可能就是他跟他的小朋友都就是都过世了。可能你可能会有家人，你可能会有小孩，或者是自己的父母之类的。你一想到他们，会在哪里？你可能就什么都忘记了，就为了就他们，这样可能就会因此就是错失你逃的机会。就是很热情的资源，就谢谢我们很热情的资源。